小姐，特别来到了台湾，来跟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见面，跟媒体朋友们见面，也谢谢我们的执行长，谢谢您，请先回座休息。右边，哇，还有我们的粉丝，赶快捕捉一下我们润儿的画面。好，我们再慢慢移到中间。是不是先请润儿跟在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打声招呼呢？네안녕하세요유나입니다大家好，我是유나。哇，中文真的非常厉害，也很流利耶！谢谢。啊，他要选什么颜色呢？不知道润儿喜欢什么颜色呢？啊，他选择了蓝绿色系，哇，真的是很尽责的代言人哦。好。我们来看看润儿他要画什么哦，他写了 Jello， 然后现在选了红色的笔，看看，哎，点点啊，笑脸，他刚刚说他最喜欢的是笑脸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还可以重复哦，回收，嗨，传出 ，send 出，你们有收到吗？你骗人！你们明天要拍照，哪有收到？有看到哦，好，两只手机，两只手机。好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润儿代言人要传给大家他自制的贴图。那你记得哦，如果长按这个贴图，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，变成你手机里面的贴图哦。都有哦，都存起来了，对吧？